这个地方是那个蒙特利帕克十个人的那个五星案发现场，今天怎么搞那么多人，警察拦了一回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旁边的商家全部都关门了，平时就是在这种桂林米粉店，省着不能做。10点钟下班，这个桂林米粉。
Non, franchement, non. Tu vois, non. Point 10 out of 10. How loud is it going to be? Really loud.